台北市听障生重点安置国小，也就是中正国小，缔结五年的姐妹校厦门国小来台交流访问，校方首度派出了由听障生组成的手鼓队来迎宾。听障的小鼓手他们精彩演出，让大家是大开眼界，直说台湾的听障教育很进步，将会把这次经验带回对岸，要造福中国的听障小朋友。姐妹校来访，做好东道主，第一印象很重要。他们每年来，我们都用我们的最强项来来接待他们，来欢迎他们。之前派过扯铃、节奏乐队，今年最强项的欢迎式就是中正小鼓手是由19位小朋友所组成的一首呼喊。光是手鼓队员梁家轩的开场，已经让来访的客人惊讶台湾听障生的口语能力，而吃惊的还在后头。非洲鼓声一出，只见对岸小朋友手上相机拍个不停，要留下这震撼的一刻。从厦门来这边，然后就有人到来欢迎我们，感觉很好。这样还不够，再加入萨克斯风更热闹。最后压轴，非洲蜥蜴舞上场，台上舞得尽情，台下也看得忘情。可别以为震天尬响的鼓声，听障生无法好好表现。相反的，这正是手鼓队要展现的精神。经过练习，一样可以感受音乐的美丽。站上舞台就是焦点。能带给我们这么精彩的表演，肯定跟他们平时努力分不开的。对岸小朋友看了很感动，但小鼓手并不太满意。因为这是姐妹校啊，所以我要表现，但是。因为突然很紧张，所以就表现得不好。知道这一次表演是学校大事，希望用最完美的演出为两校交流跨出第一步。小鼓手的用心，大家都看在眼里。这个节目的背后，应该是一种呢先进教育理念的体现。直夸台湾听障教育进步，厦门国小副校长说会把这样的教育理念带回去，造福中国的听障小朋友。记者陈秀玲、郑凯文台北报道。中正国小手鼓队是全国第一所一般学校专门为听障生成立的表演社团，成立两年多。其实当初在成立的过程面临很多挑战，还好学校老师家长都全力支持，用最短的时间成立手鼓队。而小鼓手的表现也没让人失望，出场表演都非常有自信。拿手打法每个人大不同，但介绍起非洲鼓的专业就很一致。在日本，这个是枪，这样是当，有屁股上低音的咚。那这个打鼓的话就是嘣。这些小鼓手都是台北市中正国小的手鼓队员。如果能够用这种声音节奏，一方面可以帮助他们更仔细的去听外界的这个声音。中正国小是台北市听障生重点安置国小，成立这一支手鼓队也是全国第一所一般学校专为听障生成立的音乐社团。不过教一个听障生打鼓很容易，但是要训练一群就不简单了。师资在哪，还有一面鼓就要3000元，对提出这个计划的资源教师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因为当时我们是从零，然后到慢慢的有鼓，然后才能够有现在的手鼓的这样子的成果。老师有心推动，得到校方和家长全力支持，从筹组到第一次团练只花了2个多月就完成了。刚开始就是用满的肚皮打鼓，慢慢的就变习惯了，因为打鼓就自然不会痛。这是周末童练鼓的小秘诀，用心或者是不出声音，但是用嘴巴念，专心看队长和老师的指挥，用心数拍子是无方于掌握节奏的方式。他们练习完全不占用正课，每周二早自习就是团练时间。刚开始先在校内演出，已经让其他同学大开眼界。听障的朋友居然能够跳出这么棒的舞，真的让我觉得有点很感动啊，震撼之类的。
社团成立不到半年，很快就为他们赢得公开表演的机会。第一次公演就是去年台北听障奥运的暖身活动，之后大大小小表演不断，场面见多了，小鼓手的自信也多了。当去表演完毕回来的时候，那整个他们整个气氛完全不一样，就是很开朗，然后很有自信心，自尊心整个都是整个提升起来啊。成立之初就加入的多重障碍生周父亲就是最好的证明。小孩子更就是心更能够放得宽，然后其实小孩子都过得很快乐啊。对，这一句话就是支持学校继续培育更多听障小鼓手的最大力量。记者陈秀玲、郑凯文台北报道。台湾人喜欢喝饮料，在超市、速食店以及饮料店，平均一年就会消耗掉15亿个用后就丢的饮料杯。环保署预计从明年元月开始全面实施自带环保杯享优惠的措施，也得到了业者响应，有的呢提前在7月就要先行试办。自备环保杯到便利商店买饮料都可以便宜将近一成。目前国内已经有10家业者、8000多家连锁店实施自备环保杯奖励措施。为了配合环保署，明年元旦起全面实施环保杯优惠措施。台湾连锁暨加盟协会也号召会员达成共识，要配合政府的政策，包括速食店龙头麦当劳也从善如流。目前我们在公司在鼓励消费者的一些优惠方案上面，还有内部的系统的作业上面，我们都已经积极在进行当中。那明年的元月1号，我们可以配合环保署的政策正式开办。这个措施明年全面实施，台湾连锁暨加盟协会部分会员7月1号会先行试办，希望慢慢养成民众自备环保杯的好习惯。那现在会带吗？现在不会带。原因是？还没有这个习惯。如果带自己的杯子会有打折，会打9折。要重视环保啊，因为就是地球暖化很严重，就大家要一起爱护这个地球。有人因为环保理由，有人看中优惠好康。根据环保署统计，国内每年大约用掉15亿个饮料杯，不管是冷饮、热饮、珍珠奶茶还是咖啡，一旦全面实施后，估计有30%消费者会自己带杯子，大约每年可以省掉5亿个饮料杯。不过业者也希望政府能定出环保杯的材质标准，避免饮料喝出问题，徒增消费纠纷。记者熊子、徐启峰台北报道。动动双手，搭起无声的桥梁。我是林丽君，今天我们要来学跟医院有关的手语。请你先去量血压。手语的结构是：你，第一，量血压，程度，检查。右手抓着左手臂，像量血压的动作，再比程度高高低低，就可以表示量血压。请你先去量血压，请你先去量血压。